你方便就好，好按了。那我先坐一下，我去一下厕所。好好啊。那、啊、你开的时候再跟我讲。我开了、啊，你先去厕所、啊。好。夏西安安，陆本安安，雨生安安，宝宝安安，猴子安安，丽恩安安，少宇安安，好久不见。文子安。要等我一下哦，视频哦，传说等级大佬，带我赚钱，哎、欸，声音超小，林喵，你声音好小。很小、哦，刚刚突然很小，那现在呢？偏小，小，没有办法调吗？零秒，为什么开台你就出事，没开台就没事？安琪安安，陈安安，变人安安，李安安，刚刚潜下去的那颗。人球这样，哦，你说这个吗？是吗？你要靠麦近一点吧，你在讲话。可是我现在是耳机的那种麦哦，你说贴着嘴，已经贴嘴巴了、喔。那你就要用你的肺活量说话。啊嘿嘿、欸，我可能没有。我觉得等一下会有横纲哦。更新，应该会有吧。欸、更新了，因为它右边不是有一个好像横纲的图，能量表道吗？啊、是那个、喔。不一定，应该是要快满才会有，哦，好吧，好像才到眼，我开吗？好啊好啊，那我抽一下奖。敢不敢给我鱿鱼忍者啊？为什么没有蓝色的衣服？啊？为什么你有蓝色衣服，我没有？换的啊，30个银色换。啊，我没有可以换的地方哎、欸。而、啊、且只有绿色、黄色跟橘色。哦，因为你就是买的东西还不够多，他还没给你。哦。啊，现在有大佬带我，我跟你讲，被他训练到，我现在真的打工越来越强了，比较不会死了。雪鹰安安，他现在打工等级是最高的，所以我跟他进去玩的，等于就是我铜牌在跟他们钻石大师打。而且你看哦、喔，你等一下进去看，
我们一开始要捡的那个鲑鱼数量。瑞安安，哎，断线了耶！哎，还好，哦，还没进去，好险是提前断线的，那给你看好了，好吧。到了，开了。为什么预设都被我滚筒？哎、欸，番茄，你看好啊，这是普攻，这是跳普攻，有没有？啊，这个是滚轮滚下去，你会觉得很慢。我应该不会喜欢这种武器。小仓安安，你怎么知道我想问说你是谁？我觉得艾莉应该不会来看我的，艾莉只有一次来过我的台了。艾莉都是用别的账号哦。看台不会用这个账号就对了。那我知道，以后看到你在聊天时，我就直接打，我就说小聪就好了。了解。啊，你看换了一张地图了。看。声。听到我这边有声音。你听到你那边？小小声的，没关系啊。没事啊，没事啊，就里面，就里面来看台。不可笑。那个压着，然后往前走的时候，那个金鱼就会很快跑。开始他们游的比较快、欸，上不去。再开哦，拆一颗。不找，找他。拿一颗就出来送了。哇，有，而且你看，我们第一关就要拿15、16颗，哎、欸，为什么那么少？不是都18、9颗？想跟你说，因为我们前面已经打到让我积分掉下来了。哦，你积分掉下来了，你不是传说了，你是什么？哦，真是没办法啊！哦，让我带你送上去了，没有啦，我上去啊！
事情，现在加韦伯加分。哦，是哦，没事啦，你等一下九点后就上去了。嗯，我会自己打的。哦，丢那颗球，他有办法一次那个吗？提早蓄力吗？啊？刚刚有一颗大大的球啊，我丢的，可是他有办法直接蓄力吗？没有办法，就是要加耐心去。好奇怎么加会员？你是手哦 ，iOS， 你要点开那个，哎、欸，点开网页吧，不能用那个 APP 哦。痛，我也很痛，我也很痛，怎样？五秒。昨天的唱歌感觉好好玩，不知道下怎么去。有被邀到就会玩啊。因为他们之前有两次是礼拜五的晚上唱歌。难度会上去，加油！我知道啊，这样才好啊。不好了，不好了。
哇，那个拿很多、哦，下来。可能就是开台，然后你们自己唱歌，然后出去做事情啊，聊天室交给你们管那样。张学安安，晚上好。
欸，如果主机来的人也是半吊子的话，他结算的画面是更不远，对不对？不是我们可能失败，但他是成功的这样子。我说路人呢、欸？路人。对啊。就一样都不算啊。哦，啊他，所以算他活该，然后配到你这样子吗？嗯。哦，那就活该吧。哈哈。为什么不好吃？那你有跟大家一起这样子。也是啦，要死一起死。都不要玩，都不要玩，都玩，卖送卖送卖送。铁炮，铁炮，铁炮！一下，我改成大佬带我赚钱，又传输了，被我雷下来了。大佬带我赚钱，多数的时候一个人不会排到跟自己不同间的。多数的时候啊，所以我们这样子怎么办？我们一个新手，一个老手，这样会带到什么？平均中间值。前面在打的时候看起来都是排到前，都是新手，真的都是新手，他比我还菜，都跟高手，嗯，我觉得怪怪的哦。
跟高手哦，你是说平均都是啊？反正我跟谁玩取最高值就对了。哎、欸，什么东西哦？啊！暴王子，啊，扣王，因为我跟三个朋友玩，有一个上达人，其他都不玩动能。可是我们真的是排到，如果这是高难度，应该都要转。没有，我真的觉得不知道哎、欸，因为你有看过。第一场就死的嘛，普通关卡第一场就死的。有啦，一定是有啦，就是我。到啊！不然就是我有本事一个人雷他们三个，哈哈，好像不是不可能哦。因为那时候排到的他的就是称号跟那个符都是一模一，跟我一模一样。
半吊子也可以跟达人开一间房间。有时候没有啊，我现在我半吊子在跟，昨天是传说啦，啊他说今天掉下来了。不是，我下去了。哦，对的。明年就好了。对。哦，原来这个就是那只鱼哦。拜拜。就你蓝蓝的，我也要。你是都有买是不是？没有啊，我只有买黄。没有，我是说你有买什么东西。他身上的那些技能打工也有影响吗？还是打工不影响技能？我感觉是不会影响的。衣服的技能吗？对啊，不影响
不影响。打工就是存在的。哦。打工没有技能这个东西。好的。好的好的。也是啦，要鱿鱼忍者干嘛？哎呦，我昨天买了一个别人的鱿鱼忍者，结果送来的时候没有吃到啊，好难过。不一定会有吃到，但难过。掉掉掉掉掉！还有那个好家伙，好！一枪一枪一枪中！妈妈救我！妈妈，
射太爽了，那个忘记按 Y 键。妈，我有蛇吗？哎，不是，我刚复活马上被吃了这招啊，还好刚无敌。可是你还是死了啊，你一定笑得很开心。这把打 PVP 好像真的很无脑哎。对啊，那把很好用，我之前很常玩那一把。点。可是他在打工其实就没有那么好用。会吗？还不错哎。二代的啦。哦。二代的他就很没用，因为现在是三代还有四五代比较好打。素描吗？有，同一招队友是没有用的，有用的话可能是用了第三次啊。刚刚又差点重杀，单杀，然后那边豪宅又是那一只，我说不行，一定有鬼。
哦，要死要死要死！有了，我熟练了哎、欸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你快可以加经验了。还久得很哦，熟练还有加三哦。熟练加三，达人加三才传说是不是？对。啊，就交给你了。哇，那你短时间就传说你是玩得很菜。啊，我二代就是疯狂在打这模式啊，然后就后来就开始熟悉。那么厉害的，好的，都比我想要好
最近状况不太好，我应该是确诊，很快休息，多喝水。啊？什么？这才第三，我大局用光了、欸。忘记了。哎呀，好吧，你喵说没关系，他看开了。我知道，我看你一直狂跳、啊。他是追爽没？地点，我觉得哪一个工具？你是最后一场了。好的，挂网哎、欸！
鲑鱼都那么恐怖，对吧？阿金应该很喜欢这一款啊，你看满满的都鲑鱼。阿金喜欢吃鲑鱼，他也是后面才喜欢吃啊，他以前没有在吃鲑鱼。我是大概猜得出来他为什么会想吃鲑鱼啊。啊，因为有一个喜欢的人啊，喜欢吃的食物，自己就会喜欢去吃那种。哦，懂了吧？到底追谁啊？靠腰！哦，那个助鱼很烦呢。你说塔吗？对啊，那个不是助啊，不，那叫什么鱼？锅盖还是什么？对啊，打鱼啊，好，他是这离他最远，离他最远的，离他最远，哦，真的是不要这样子，现在是都在射，我离他最。差一个，差一个。你怎么那么厉害？刚结束。涨潮，我懂你涨潮的意思了哦。死了，没了，结束了。
先走了。嗯，好。感谢。不会，谢谢你吧？天哪、啊！他看死十次哎。加油啦！好啦，我会为了我们的工具努力的。好的，好的。好的，拜拜，拜拜。好了啊，打工仔没朋友了啊，看一下、喔、啊，茄子在健身环哈，再看一下。看台，看台，想起来了。他没开退去啊。哦，好的，挂起来啊。辛苦了，没有啦。辛苦啥呢？就跟他玩是有学到很多啦，也不是说学，就是有点像是被虐起来的吧。是，你谁？你谁？麻子 ，Hello Hello。哎、欸，你真的要看我是不是吗？那如果是昨天贴的那一个，然后是没有码的，你要吗？哎、欸，杯子、欸。啊，我们再来找看看有没有鱿鱼忍者。我昨天买了一个鱿鱼忍者，今天到货哦，又不是鱿鱼忍者，好难过。挂着看台，好的。我没听到你说什么，好，用打字的给你看呐、啊。FB， 我说我露脸给麻子看，麻子说他不是很想看。好啊，啊你不是没兴趣？很想秀，没有啊，啊你不是要？你要的话我就只有那一张啊。
哦，大家都现在穿特地点衣服是不是？好像也是呢，当初该换地点衣服。海螺有抽到什么吗？我好像没海螺哎。我今天手剩的那个7500，那时候忘记先去用海螺，先用特点。哦，有了有了，就这个衣服啊，我想要这个啊。啊，明天再看看有没有吧。嘿嘿嘿，你是我的宝贝，想你的滋味，隐隐作祟。宝贝宝贝，听不到。我们先换衣服，装备。哦，在这里改哦，哦哦哦。没徽章，年轻的，成长中，好啦，成长中，看你，欸，我怎么换衣服？我自定吗？也买到了，变这一件。爱番茄，等一下，我先弄给马哥。钥匙人讲哦，还好。没加入生的，我知道啊，要加入才算呢、啊。我要把这洗上去，他判定我洗屏，看，好了，上去了，啊，叮叮，现在可以加了啊，等一下，啊这哦取消，哦看到了。那个加我加了啊，你们看我的衣服吗？领稍待片刻，两根，很好的王子，哎呦。他、啊、怎么都是车套？天！哎，我用公主哦，王子，好，当王子。祭典在哪里加、啊？大厅？不，广场。广场的有个很像卖衣服的摊贩那边，有个卖衣服的摊贩去那边加。哦，这张地图我喜欢呢、欸，亮亮的。
那么烂。这一张太小是不是？嘿嘿嘿，你是我的宝贝，想你的滋味隐隐作祟。啊，我觉得我玩的不错啊。这张地图巧克力掉进中间的水，现在在玩吗？还是你说礼拜日那一张？巴沙，在哪？对啊，这张好小、喔、啊！怎么那么多、喔？好值钱哦、喔！掉下去难免的吧。真的不要逼我换远程武器了哦！不是远程武器啊，更远一点的武器哦。
是这个水哦、喔。没有，你玩过就知道，其实真的要微控很难微控。没错。我的宝贝，想你的滋味，你多美。绿这个吗？巧，我来了。巧，我来陪你了。巧，哪里啊？我看一下怎么走。这里吗？好的，看来就是这里了。你们都选什么区域？区域没差。我觉得区域比较像是分流那种东西耶。这个狙击枪哇，好猛！
凉凉。打游戏有输有赢的，对不对？其实我今天睡很少，我们昨天不是唱歌唱到三点，然后私下大概我在尤里跑完图五点才睡，然后七点起床，然后就醒到现在。看起来很难，难什么东西？然后然后就是在11点之前，我就怕睡过头，然后就忍住没有睡，就是忙到了12点才开始开。你说这款游戏很忙哦，还是很难？我没显示那个欸，靠！之前你不是说只睡两小时？对啊，就是早上啊，睡到7点啊。东西。什么？体感感觉很难，就是要练啊。今天红石没了、喔，我有看那个啊，社团有看到。哎，问真多。你现在可以加入吗？可以啊，你进得来的话。还是我要先离开？哎，这个是你。
我怎么离开？不是啊，我没开房间，你要怎么加入？等我一下哦、喔。你要玩到几点啊？你十点，看你啊，你要等一下玩剧本，继续玩啊。你要打，等一下继续打。我开，我开。嘿嘿嘿，你是我的宝贝。但没办法语音没差啦，不然就顶多私下玩啊。哎，来吧，我这边为什么这边没看到人？不是你啊，你有进房间？有啊，那走啊，准备啊，还是你按不了？那个不就是你？我知道啊，那你按不按？要开始还是你不能开始？对，你按不合，那你离开再进来啊。我要怎么清掉啊？哦，找到了。我要换武器了，我把开始觉得不好用，打不到人了。
哦，那把好，很帅呢。哇啦！好猛哦，好猛哦！我队友们好猛哦！这一把应该会玩狙击吧，应该啦。不然就是拿那个啊，姜子手上的那一把。
南部地震，赶快避难。好妖，真的假的？很惨。难得摇到提醒，哇！北部目前还无感。然后狙击没杀到人哦。哦，好吧。天哪、啊！我不再是你的快乐，可是为什么？我该相信你是爱我，不愿还是在打？我在激战啊，没有感觉啊。混蛋！哇，有水桶哎！有料，哦，0.8，0.3啊，
那我们就开到十点，然后箱子如果番茄回来，箱子要打的话，我们可以再补，用补打。你也差不多休息了，好啊好啊，那就十点。你在纠结跑图还是打工？跑图啊！我在想要住要盖公寓，地震一来快吓死我！我还住哦、嗯，不知道去住美国那边了，不是那边没有地震板块吗？是法国，嗯，是吗？美国有地震吗？我怎么记得美国不会有地震？两个双枪，好啊。
没墨水，哭了。又在晃。哇，完全没感觉。好啦，不然就到这边好了。你们赶快去避难，我观台。还是其实有晃啊，我没感觉。我要先避难了，好好好好好。好啦，那先这样好了。感谢各位，那我们就开到这边，我把你们带去鞋子那边看他健身环。好啦，就这样啦，感谢大家啊，希望可以再成功带一次啊。啊，怎么一直翻车啊？好不爽，好不爽哦。直播。欸，可以耶，可以耶，可以耶，可以带，可以带。那各位晚安啦。